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呢，写了一个程序。简而言之，在一个程序里边，通过特殊的手段实现了将来它的运行的时候呢，有三个进程，没错吧？咱们是这么多的啊。首先，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进程有了这个资源，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执行代码了吧？同学们，你先不要拿着线程来对比，我一会儿给你讲对比啊。你先把昨天学的线程，你先把它抛掉，先不考虑。一个程序引起来不就是进程吗？那么这个进程肯定是代码要运行啊。所以说我接下来执行这个代码，导入这些模块，定义函数不管它，接下来定义函数不管它，接下来回到这个条件满足，条件满足调慢函数进来，接下来执行第一步。第一步是干什么呢？第一步创建一个对象，第二步创建一个对象。当你的第三步 p1.start 你调用的时候，这个期间一个新的进程就会创建了。那么一个新的进程创建之后，它会有哪一些东西呢？嘴听。那会儿我说过，进程是一个程序引起来之后，代码以及用到的所有的资源，是不是一个总称？是咱们称之为进程。那么你调用了这句话之后，你不是说你创一个进程吗？那么这个进程请问有什么？我那会儿说过，进程是程序引起来之后的代码以及用到的资源，是不是统称为进程？那么既然我接下来我调用了 start 创建一个新进程，那么此时新进程有什么东西？新进程有资源，是不是也会有代码呀？说的直白一点，同学们，你刚刚这个代码在运行起来之后，这一坨东西以及它用到的一些资源，就是这些代码加上用到的资源，统称为一个进程。当你的程序调用这句话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在这个位置有了一份和这个地方代码一模一样的代码，而且我接下来的箭头指定好了，接下来你告诉我去哪执行。请问同学们，你就把它想象成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我来画个图，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把这些截个图，然后呢我打开这个东西啊，给大家咱们画一下。学妹，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哥们是不是一个进程啊？对吧？这个哥们一个进程，那么谁是在这里边去执行的？那进程里边肯定有个箭头在走嘛。来，接下来啊，这个程序，把这箭头给它改个方向啊，拖这儿来。这个进程运行起来之后，一定有个箭头执行代码，执行代码，执行代码，执行代码。到了这儿，仅仅都是定义函数。这句话一执行之后，接下来调慢函数，在慢函数里边调用的期间。创建了一个对象，接下来调用这句话，是不是相当于调用这个对象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只要一调用，会有个什么特点？创建一个新进程。那么这个新进程它是根据谁来做的呢？咱们注意一点啊，注意一点是什么呢？你称之为主进程，那么新创建出来那个是不是称之为子进程了吧？那么子进程会有什么呢？主进程有什么？子进程有什么？打个比方，你挣的钱将来你不想花的时候，你有个孩子的时候，请问你的钱是不是都是你孩子的？对吧？按照咱中国就是这个传统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老爹挣的钱干啥呢？老爹挣钱就是给你花的，就是这道理。来看上，是否也就是说接下来又创建出来一个新的进程了吧？那么这个进程里边，当然同学们切记，除了这个代码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资源啊？那么这个也称之为进程。那么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一坨代码加资源等于，你就可以理解为等于进程啊，你就可以理解为等于进程。那比方说这个是谁呢？进程一。那么这个时候代码加上资源，那么这个地方按理说是不是就另外一个进程，是不是等于第二个进程了吧？那么这个进程里边他想要执行代码，他留个箭头。那么同学们，你觉得这里边是不是也留个箭头啊？那么这个箭头他从哪个地方指向，那么请问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执行哪个代码啊？那你觉得这个箭头指向哪？这个箭头肯定是指向你这个 P1 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指定的这个函数名，听懂了吗？因此也就说这个进程从这走 OK。 那么接下来我的这个主进程继续向下走，我的子进程肯定向下走啊。子进程 OK 执行你的，我不管了，子进程已经脱离了，子进程此时和主进程是不是完全是两码事了吧？脱离了。那么我的主进程呢再去向下走的时候，你没发现是不是又掉了一个 start 了？又掉这个 start 意味着什么同伴？对，就是道理。在这个地方我把它选中，我把它拖一下的啊，把它拖一下的。
这个地方呢，我把它拖到下面去啊，就是咱们了解这个情况就行，把它拖到下面去。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进程三了，啊，就是相当于进程三了。能理解我想说什么了吧？这是一个子进程，而这又是一个子进程，而左边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不是原来那个主进程了吧？那么也咱就怎么称呼它啊？这个地方咱们就称之为主进程啊，主进程。然后呢，这个咱们就称之为子进程一。啊，咱们就你起个名字，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啊？就子进程一，我这个呢，肯定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子进程了吧？子进程二，好了，这是两个子进程，能理解我意思了吧？请问，那下面这个子进程，它从哪个地方开始指向？是不是接下来你指定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从这个太子的二这个位置，是不是开始指向了吧？好了，把这个代码稍微放大点，这个是一个进程，这个是一个进程，是不是原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一个进程？也就是说，我写了一份代码，最终实现的效果是有三个地方一起执行，是用的进程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原来我创建一个进程的时候，这个耗费的资源是不是还是比较大的吧？大在哪儿呀？咱们我刚刚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主进程有的东西，是不是子进程也会有啊？那么也就是说，同志们，一个简单的区别：线程能实现做任务，进程也能实现。但是你要理解了，进程耗费的资源比较大。我想要完成多任务，我得把所有的东西我拷贝拷贝拷贝一份，让他自己去做去，你听懂我意思了吧？所以说呢，资源啊，就进程能完成多任务，但是它占的资源相当大，最大的就是进程，也就是说浪费，听懂了吧？这就是浪费，这就是浪费的一个体现。那么不管怎么说，你不管浪费还是不浪费，反正人家就能实现多任务，这就是进程，能理解我意思了吗？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操作系统上面你运行的进程数越多，其实你占的资源就越大，那么将来你的运行效率就越低，听懂我想说什么吧？它有个特点啊，同学们，不意味着进程数越多越好。为什么？为什么？原来我，注意听啊，我原来我只有一个 QQ 啊，我把它放在这啊，我原来我就只有一个 QQ， 很 happy 对吧？我不想，我现在有产生问题，我就不想在这个电脑上只运行 QQ， 有可能我还想运行微信、陌陌，这个还有其他东西呢，我怎么办呢？我接下来我就实现多任务多进程，请问可以吧？没什么问题，一个程序占用一个进程，可以。请问是否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在不用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来做别的事情？是不是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对吧？但是大家要注意点，这个进程数不是越多越好。为什么呢？我现在有四个进程，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我执行完了拿走，他执行完了拿走，他执行完了拿走，是不是他执行完了是不是要拿走？进程数越多意味着什么？我来一圈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就越长啊？你是个道理吧？所以说就有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谁也说了不算，是根据你实际在开发的时候那个电脑的资源，比方说是几核的，你的电脑是几核 CPU， 你的电脑里边有几个技能内存，你的电脑里边这个硬盘又是固态硬盘还是机械硬盘，那么这都有影响。这么说理解了吧？简单一句话，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进程数确确实实是越多越好的，但是呢，到达了一定数量之后，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有100个这样的进程，那将来这个效率还高吗？就不见得高了，听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一句话，进程数不见得越多越好，但是你要是有个三四个五六个七八个，那么将来一定是比单任务的效率要高，这100%的浪费了内存，但是提高了运行效率，这是一个权衡啊，一个权衡。好了，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意思，第一个，创建多任务的第二种方式进程，就是通过 multiprocessing 里边的 process 来创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只要一定要 start， 那么这个进程就会创建，进程创建的时候，它会把主进程的资源进行复制一份，这么说理解了吧？把主进程的资源进行复制一份，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有复制了代码，复制了内存里边的数据，复制了所有的东西，就能复制了通通复制了。但是我要问你了，你觉得是100%一模一样吗？啊？咱那会儿就说过一个东西不一样，什么进程号是不是绝对不一样吧？ PID 如果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这是父亲还是这是父亲，是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复制了你父亲的东西，但是你一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进程号呀，一些进程的一些其他信息都是自己的独有，能理解为什么啊？大体上就是这么个情况。最后如果这个你能明白的情况下，同学们，我简单再说一句，你觉得这代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代码会更改吗？代码基本上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不会更改的，更改的是什么？更改的是数据。举个例子 ，A 加等于一，是不是更改的是数据啊，而不是改的代码？
不是说原来是 A 加等于 A 等于 A 加1了，变成了 A 等于 B 加1，它代码不变，只是把数据是不是变了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至少我得给它配上一点内存，请问这个可以吧？你所有的数据都在内存里面配的没问题，当你创建这个子进程的时候，注意了，你的内存也考备份，你的内存也考一备份，听懂我想说什么吗？也就是说你这里边放了一些数据，比方说你放了个 A 等于100，我只是举个例子，你这个内存里边 A 等于100，你将来创建子进程的时候，这个 A 等于100也会被拷贝，能理解我想说什么吧？也就是说父亲有的东西你明白一点，儿子都有就行了啊，父亲有的东西儿子都有就行了。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你觉得拷贝的东西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啊？越少越好，就是说你还能实现一个进程，但是你拷贝的东西越少越好。那么什么东西改咱考什么，什么东西不改咱就不考。那么因此最后的一个结论，你再去理解多进程的时候，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复制了父进程的代码、内存、摄像头等等这些资源都复制了，但是代码不变，因此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代码是共享的，就是说代码不复制，只有一份。你听懂我想说什么吧？代码不复制，只有一份，只不过有三个箭头：主进程执行这，子进程一、子进程二各自执行各自的东西。这么说能理解了吧？简而言之，还是各自是各自的，但是大家是共享同一份代码。那么为什么共享呢？不共享大体上是能理解了吧？你再把它想象成为什么要共享，那我要问你了，我接下来写一个，比方说咱们学生的这个遵纪书法的一个手册，我写一份放在这大家看一看就行了呢，还是我每个人都写一份给你发一份呢？看一看是不是就行了吧？因为你不改啊，如果要是改的东西才个人一份。举个例子，为什么小学生教室里边墙上贴的那个准则就只有一份，但是为什么小学生那个课本和作业个人有一本？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你是不是有可能要写一写，是不是要画一画了吧？所以说个人画个人的，记一个特点，能共享的就共享，实在不能共享的，接下来操作系统自动的给你复制一份。能听懂我意思了吗？如果你要是在你的子进程里边通过特殊手段真正的修改了代码，没问题，你的代码依然复制一份。但是如果你在没有修改之前，那就不复制。那么最后的一个结论，这个啊，我现在所说的东西当做了解就行，因为这个比较深入了，和操作系统 C 语言的有点关系。什么呢？一个东西叫做写实拷贝，拷贝，写实拷贝是什么意思呢？请问写意味着啥呀？修改呀。实就是你修改的时候再去拷贝。咱们三个能共用这份代码吗？我就问问你改不改啊？你不改，不改咱俩用这个份行不行？行。我问你，你改不改啊？你说你也不改， OK， 咱们用一份。但是当你的这个进程如果接下来通过特殊手段来去修改代码的时候怎么着呢？你修改了，我肯定不能和你一条船了呀。这样吧，你把我的代码复制一份你拿走，这么说理解了吧？所以说最终的代码它的一个特点是写实拷贝，这个当做了解已经比较深了，搞肺炎的搞操作系统才会知道这个东西，你了解就行，了解行。好了，多任务基本上就是大体这个样子，这个用的是多进程。最后一点，同学们，你这个时候应该和线程的一个简单区分是怎么的呢？线程实现多任务不需要这么复杂，就简而言之没有这么多什么数据的复制呀，你有一个 A 我有个，不需要，共享就行了。进程它占的资源大，而线程占的资源少，这么说能理解了吧？反正都能实现多任务，你把这个了解就可以了。那这是咱们这个小节呢主要讲的这个东西啊。